咁呢個講座咧係 City Good Job 咧年度嘅盛事嚟噶。其實每一秒咧都會出現新嘅事物，冇嘢咧係可以唔改進，係原地踏步咁咧，係十年啦，而係唔被淘汰嘅。好多時候咧，好多人都話我有好有夢想噶，但係咧永遠都係點啊？諗就唔做嘅，因為呢個世界咧，我覺得咧就好公平，你得幾多失幾多就得幾多。我冇見過有一個所謂咩話 balance of life 嘅創業家。unfortunate 喺不幸嘅呢個世界，你得24小時一日，你唔瞓覺都係得24小時。我即係講，如果大家想竭盡每一分力出嚟嗰陣時候咧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點。唔好聽你周圍嘅朋友同你講嘢。如果你有一件事你想做，你就去做。因為所有喺你側邊嘅人都會同你講一啲唔好嘢嘅啫，好少人會鼓勵你，或者好少人話俾你聽你做嗰樣嘢係啱。第一是你老闆，第二就係唔好叻過你老闆。咁你攞住呢兩樣嘢咧，就應該點嘅？今日嗰個題目就係黃金十年。我喺呢十年裏面就係、是，我認識咗我自己。只要你認清咗自己，只要你認識咗自己，然之後你知道自己，邊啲地方可能比其他人叻少少，同埋你肯爭，你就有噶啦。咁其實呢個社會上邊係充滿呢一啲機會，同時間因為咁多人咁 hea， 你肯伸隻手出去攞，一定有嘢立得翻嚟。成功第一就係你自己 set 一啲目標俾自己，然之後達成咗。然之後第二樣嘢，你一 set 到個目標，或者你自己想做嗰樣嘢，去啦，唔好諗啦，做咗先啦。即係你做完。你呢個經歷自然會帶動到你的思考。一係網絡平台，任何人都可以拍片，你又可以拍條片，我又可以拍條片。但係點解呢條友仔拍片，大家會有90,000幾人睇嘅咧？我純粹係想講社會發生緊咩事。其實人咧有一種特性嘅，你中意啲咩人咧？你中意啲似你嘅人？我係從來未面對過挫折同埋失敗嘅。只有你答咗我的答案嘅。我面對嗰啲挫折同埋失敗，我唔。當他們是挫折和失敗，因為我是很喜歡挫折和失敗。只要你上 YouTube 看看，你這段說話就是我上個星期說的那段說話，一模一樣。即大家以為他是求氣，但其實黃先生是純求財的。哇時光倒流機讓我回去以前，我會做一模一樣的事情，我過往這段時間就是成功。我覺得成功是對自己交代的。